们踩完了吗？踩茶，你是忘记怎么念？踩雷踩茶，香港话吗？美女踩茶，老板来讲一次。美女踩茶，你们是国内。吹吹，好好，没事没事，老板你忙你的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这一步就是用古法炒茶，所以等一下我们是要采用，我们先倒进去。老板，你现在是少林寺的架势哎！这样子翻，然后把它翻就跟炒菜一样，因为我们这个阶段是把那个茶叶炒香。哇，好酷啊！来，可以抓起来很香哦，是不用戴帽子，因为现在帽子会变让你很热，所以我们对，我帽子可以丢旁边。帽子，帽子，来踩。然后我们大家可以轮流炒一下，很香。哎，小丁，你要边踩边这样子，像酱爆一样，你就这样踩。不要，小丁，你先踩一踩，然后你就抬头说。有宝啦！不要一直夸起来，上酱帽，快快！你要抬一抬，然后突然抬头，慢动作说：“有宝了。”我觉得小婷，我觉得小婷要走偏了，怎么办？怎么会？偏了怎么会？蛮香的耶，很香的。抢时间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要把它烧焦，对。把它熟透，这个透了没有？透就软软的。来，两个人加油，加油，没事哦，加油，徒加油，烫的。哦，我们是徒手炒的啦。哎，我可以徒手哎。那很适合在这里工作。嗯，突然有一种很适合在那边工作的感觉。我有想要吗？哎，那夏天不是很辛苦？越来越香。夏天我们这个是给客人体验古法，但是真的只用机器。现在不会这样。尤其那个外国客人跟天龙人那样。对啊，对啊，你把这两个画成等于，就是我们两个啊。我没有，没有，我们讲不直接。我们两个，是我们的外国人跟天龙人。他还跟我说：“哎，对啊，等于有没有？所以其实我们一般采完茶之后，然后就会用古法在那边生火。以前也真的就是在直接在那边炒，以前就是这样，外面直接炒，炒完就是揉一揉就带回去。现在是不是觉得机器化之后，机械化之后省事很多？省事很多，可是少了一些味道。”所以我们希望让少一些汗水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帮你挤一些汗水进去。哎，越来越香了，你有没有闻到？有有有有，好香，好像香爆了。好敷衍的，我知道，中国人很容易敷衍的。他们很容易开心吗？很开心，哇，超棒的，天哪！你们好开心啊！天哪，天哪，老板是没有看过这么会炒茶的人。对，我就想，我想把他留下来了。我天哪，好好玩哦！老板单身吗？快快，哎，我这个什么意思？快单身了，我已经那个了，二婚。哎，没有，又结又离了，因为他讲的好像有些超过，差不多 OK 了。然后我们移一下位置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跪下，跪下，对，叫你们就是要跪下，对啊。怎么了？你要你为什么？没有，我们要用稻草揉茶，可以。那怎么揉？你说跪着揉茶的意思？那我要跪哪？我们拿稻草先跪，双向跪在稻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一人一把稻草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你在那边给我跪两把，你的太薄了，所以有两个。对啊，我这个比较薄哎。以前早期的时候，像长辈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是用脚揉，所以我们现在你说脚底板吗？对，脚底板。我的今天的味道应该不错，因为我袜子没换。要吗？这袜子还乱丢。这个茶，老普洱啊。哇，成年老普洱。昨天好害怕。等一下有机会表现，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隐藏的怕。有机会了，有机会表现。揉茶，对，旋转，把它揉成一球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挤压，用什么样挤压？然后你就手越来越香。揉捻，对，它有那个汁出来。对，因为我们要把炒青啊，炒揉捻，揉捻，炒青揉捻。对，那揉捻的功特殊性的应用就是说，你要把那个汁液揉出来，你茶才有滋味。哦。然后炒青是炒香气。对，炒香气。对，那我们试试看那个揉的感觉。揉来，天龙国人来。好，我试试看，揉揉看。这个现在也是有机器揉的。我发现你好聪明哦。他就是来查阅，所以聪明，所以出一张嘴。怎么会呢？老板，因为你知道。我大概来茶园就是来了十几次了。所以他们第一次来。现在让机会给他们。我在做这个哦，我在熟门熟路啊，对。我告诉你。你们要看我做，你可以去翻之前的影片，来可以翻这个，也可以翻这个，也可以翻这个，很多地方找得到，很多地方找得到。先鼓励你。好。你没有吃奶。没有吃奶，你看被讲。爸爸刚刚看不下去，走过来说你们两个没有吃奶啊。那现在我们请大师出马。好，大师就是爸爸嘛。爸爸要怎么样？他要用他的独门技艺。哦，要拿
者施力哦啊，手拉就好施力。这里的脚除了爸爸之外，还有谁最厉害？你啊？对呀，爸爸。你很厉害，你要试试看吗？对呀，你不用脚趾夹一些奇怪的东西的，他感觉已经有，而且绿色很的明显了。对，我来，哎，你袜子真的是没换。坐那个上面。好，你要先闻看我的脚吗？需要吗？哎，我脚有需要吗？好嫩哦。没有很臭啦，对，还好吧。我可以用很多脚的地方去这样，把它脚转动它。你的形状很奇怪哎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对对对。哎，我到这里，重点的筋膜球哎，筋膜球的感觉。我下面脚做事，我上面可以打牌哎，边打麻将边哎，胡尔这样。那我可以试试看吗？你试试看，来，小弟。香港，香港脚，香港脚，小弟。这样吗？对，哎，对，哎，小迪，你的指缝很宽呢，害羞哎，开始怪他别人，小迪，你看他都红了，有点害羞，脚趾都红，脚趾害羞，哎，那么好玩哎，乐天，乐天赢球，我真的生气，这样拿到 OK 泄愤，乐天，哪天才乐天女孩去？我们乐天女孩装饰那部分哦，尊重点哦，加油！